是说，天哪，林心也真是让我惊艳，因为他很久没出来了嘛，可是一出来就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还是蛮美，但我觉得里面其实也蛮帅的，就是整个感觉帅气的感觉。那以后哎，那你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再找他？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当然很希望可以再找他拍戏。因为最早我的曾祖母，他那时候好像可能是七十几八十之类的，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有做过那个白内障的手术，那你看他年纪那么大然后在做那个手术，他也没有说很害怕或者怎么样，因为大家还是想要是可以演，就是看得很清楚的。我定期做眼科检查嘛，然后我觉得也有真的可能是职业的关系，我们一直要手的拍照啊，这些灯光都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一些影响，所以医生是有跟我说叫我要留意白内障，他说以后有可能有些被警告了，有一些就说蛮美的这样子，不是说人美啊，就是说这个故事蛮美的。更多粉丝，就是他们拍出来，大家都还是说，天哪，林心也真是让我惊艳。就是因为他很久没出来了嘛，可是一出来就大家还是觉得，就是还是蛮美。但我觉得里面其实也蛮帅的，就是整个感觉，帅气的感觉。可我觉得其实就会也会打破大家对于这个女一个刻板的印象，可能一定要短发，很男性化的表象。其实我看过很多，也是两个都是很女生的样子。那以后哎，那你自己的作品会再找？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当然很希望可以再找他拍戏。大牙的老公阿廖是有发您跟他跟你们还有林熙蕾的合照，所以当中是有找他来请指导你们。是的，我没有特别去上过那个羽球课，所以阿廖是学的。对对对，我说陈某敏教导，我就没有再打到口播，因为大家都被我在那个露营的那个羽球技术给吓到了，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我知道我不会打，但没想到那么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又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猫帅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